小帮手。对，然后我们这样，哎，师姐，你今天要教我怎么做？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然后对于我来说，就是我今天也是我另外一个大日子，因为我要开始来骨髓建档了。对，那对于我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您现在会有菩萨进来了，所以我们算是引导区，好，所以你要引导来报道，然后解说，搭一卡区，就几秒区，报道需要准备什么？身份证，还有自己的资料，还有。